好，我们理财哈越早越好，那保养美容也是越年轻开始越好。面对炎炎的夏日，女性朋友还有哪些困扰呢？万事通小姐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困扰二是什么呢？就是变黑、长斑、又冒痘，瞬间变成黄脸婆啊。好，请教陈医师哦，夏天会增加黑斑、增加痘痘哦。的确啊，我们刚才有说紫外线晒久的话，当然一定会让我们的雀斑、晒斑慢慢的出现。是，然后皮肤这一部分当然就会因为这样子受损。那我们这部分来讲的话，就希望你能够做刚才所说的防晒的这一部分。对。但是呢，平时的保养也是很重要。但是很多人的保养的方式会是错误的。那什么样的保养方式？因为夏天的话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出油比较多，汗水比较多，都用比较深层或者洁净或者去油比较多的那种产品。对。这些反而会让你的皮肤更加的干燥。哦，你反而要增加你的保湿。我们刚才讲到皮肤流失的那个水分的时候，你其实反而皮肤的那个水嫩度就会丧失。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保湿的动作。一旦你不做保湿的话，不管你是用喝水进去让你的身体的水分够，或者是外面有敷这一部分的一个水分的话，你的皮肤就不会额外再出这么额外的那个油脂，因为它出这个油脂是要保护你的皮肤，不让它把水分蒸发掉，因而变得更干。所以当你把这个油脂去除掉之后，没有补出那个水分的时候，它就会蒸发更多的一个水，然后反而会更干，然后跟油脂更多的时候，有时候痘痘就会长出来了。我们不想要肌肤变粗糙，也不想变黑，对。然后希望我们的苹果肌呢，可以永远都保持在那里的话，我们又要流失多少钞票呢？万事通小姐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美白针呢一次大概要1000到2000元，那脉冲光3000到5000元一次啊，净肤雷射比较贵，大概要3000元到5000元一次。哇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省荷包，再来看看维林面对这几件事情，如果要保有苹果肌，不想变黑，有什么方法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夏天呢，特别是对于毛孔的清洁就非常的重要。对，尤其像我们女生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夏天越晒太阳，那个毛孔都会越来越粗大。对，然后就感觉好像角质比较容易黑头粉刺。对。可是我后来发现说，像我们不是有很多那种去粉刺的东西吗？可是我发现越敷毛孔变越大。对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就找到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它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它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刷专门刷毛孔的很细很细，对，它是很细的毛很软，我也有这一支，对，是不是很像洗脸机？对，很好用，对对。然后呢，它就是可以把你的毛孔啊，就像如果你就用一些洗面乳在你的鼻头，就是或者有黑头粉刺的地方，对，你就洗它，慢慢清。洗，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微微按摩的感觉，其实是很舒服。像我就会照那个，就是走那个穴道这样往上做拉提啊，然后我都觉得洗完之后脸真的会比较拉提耶。而且里面的那个就是黑头粉刺跟白的粉刺都没有。然后再当然就是讲到那个，我觉得因为夏天嘛，大家一定会晒黑。对，瞬间美白就很重要。瞬间美白，这么厉害！我现在这一个东西，它其实是保养品，但是呢，它却可以让你的皮肤瞬间的美白。然后有感觉哦，对，要瞬间真的哦，是瞬间。我现在马上试给大家看，而且不用卸妆，是不用卸妆，因为它是保养品，保养品保养对了哦，美白乳液算是它是日霜。哦，美白日霜 ，OK， 它是擦脸的吗？对对对，擦脸的。你现在先擦在手上，对，好，现在擦几秒？现在3秒。左手有擦，右手没有擦。6，加，差很多哎。哦，哎，很有哎，那你可以试试看，是不是？对，拿来试一下，好强哦，马上变亮哎，马上变白，马上。它是有像隔离霜那样子，但它没有隔离霜，它完全都是保养的成分，所以你不需要卸妆。那你本来就很白的，还是有差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而且发现像季梅皮肤，因为它皮肤很白，对，已经很白，所以它还可以自动的搜寻其实肤色，也就是说你擦跟我擦的颜色又会不一样哦。自动搜寻。你也变白，但像宪哥又擦又不一样。是是。因为我也有，然后我就是我擦也是会变白。对，你太白了。等一下，我的是肤色。哎呀，直接试腿好了。你已经那么白，你为什么还要擦瞬间美白？因为它会就是让再更白。对，我觉得它想。我觉得雅欣很需要擦一下。我夹在两个白人之中，我真的很委屈，不公平，真的是委屈了。这真的很神奇哦！你那腿白成这样，还是跟人家美白？你们看两边，好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哎，真的有效哎！可是不会觉得是擦粉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保养品啊，所以两边的颜色还是有不一
样，我已经这么白了，哇，真的很酷吗？好，那可是艾雅，像你这样子白的女生呢、啊，是不是阳夏天的时候也比较容易长斑？对，我很容易，我很容易长斑跟长粉刺，然后所以我的斑我很爱擦一些就是淡斑的东西。对，那粉刺可是皮肤就是白的人，通常皮肤比较薄哎、欸。对。薄的人通常如果擦一些就是果酸类比较刺激的话，不适合太刺激。对，所以我就是局部擦，因为我的斑都在附近这样。哦。但是我有一个就是便宜又厉害的法宝，就是它专门是去粉刺，我就会觉得它既然可以去粉刺，搞不好斑也可以去，我觉得整脸都会涂。嗯。所以它的价格只要185块哦。嗯。叫做粉刺的橡皮擦。橡皮擦。哦。它就长这样。是它吗？对。长这样，然后呢，里面就是像橡皮擦，对，然后你就是擦这里，擦这里，擦这里，我连旁边那个有斑的地方都擦，自己就觉得有比较白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真的有，我看一下。可是它橡皮擦，那它擦的时候真的会有那个角度白，真的有白哎，真的有白哎，擦完感觉好像就比较光滑。对啊，就是要不然撸你，哎，你擦在你身上一点说服力都没有，真的，哎。所以他这个时候还是觉得黑人蛮有用的，好不好？他没，就是擦这边就会有血血。哎，好像有一点用哎，真的有比较白哦，真的有比较白。所以我就连那个有啊，这支色素沉淀的地方会擦，或是女生不是身体有一些地方会色素沉淀，比如说腋下，然后该冰周围擦一下之类的。你刚刚就是我撸过的那。哎呦，不会生在制作单位，我要湿纸巾消毒的。雅欣，那你有什么那个法宝呢？他们刚刚介绍那个是擦脸的，对不对？我这是擦身体的。这个我也知道，这个很强，有珍珠粉。这也很强，我要用一下。珍珠粉，它是乳液吗？对，身体的保养乳液。对啊，我是不是倒太多？没关系，我多擦一点哈。等一下看看有多白，这个就是它除了有美白的功用之外呢，它也可以立即变白。啊，它有立即的效果。我觉得这些美白，然后而且重点是它很 juicy， 它水乎乎的，你不会觉得它很黏腻或干嘛。然后它一下就吸收，然后我都会加强这边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来，超白哦，是不是？超黑人也可以变白人，有没有这件事情？它的好处它不会掉妆，它不会掉色，因为它就是让你的手变白，让你的全身变白。请问一下邱医师哦，像类似这样的美妆的一些，不管是强调美白等等。那种效果非常好的，瞬间瞬间美白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好现在一白遮三丑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希望说能够越白越漂亮。真的很白的。那但是其实你们要知道，肤色为什么会有肤色？为什么我们黄种人、白种人、黑人是肤色是不一样？对，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真皮层那边呢，黑色素的那个量。还有那个黑色素细胞不一样的关系。对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在做美白的时候，我们希望真正的美白，而不是像你们这种遮蔽式的，就是好像掩耳盗铃式的美白。像刚刚那些成分，涂上去看起来白。对，那涂上去是马上白，但那是假白嘛，那不是真白。为什么？那只是你那些产品本身的分子把它盖住你的皮肤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只要洗掉。越擦越白吗？不可能。他是说里面有保养成分，可以保养成分留在你身体里。但是保养成分一定要能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，它才能够真正达到美白的效果。可是你没有啊，你只是把它盖上去而已嘛。那盖上去以外的话，你如果一洗掉。对不对？它就没有了，又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嗯、那这些东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有一点危险的，为什么？嗯、因为它有可能把你的毛孔堵住。哦，对，毛孔堵住以后，那你又希望它白久一点，你就舍不得它擦掉嘛。对，对所以时间一久以后呢，它就怎么样？会堵塞毛孔，可能搞不好粉刺更多。美白产品哦，事实上，如果你使用以后导致它接触性皮肤炎，就是说每个人肤质不同嘛，对，有的人擦了以后，如果一不小心产生过敏反应，变成接触性皮肤炎，那会导致什么问题？你接触性皮肤炎以后晒到太阳，反而到反黑哦，对，反黑要更深层，对。哦，那我应该还没用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会建议说，这些产品你们在用的时候，先在这个手哈看不到的地方，要手腕内侧，对，先试看看，对不对？如果擦了过了两三个小时，没有什么不良反应，还活着，还活着就可以继续再用。还没有惨案发生， okay, 对不对？是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说你的肤质或许可以接受这样的产品， oh, 但是也是一样，不要用太久，这、就是第一个观念。嗯、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说，淡斑不等于除斑嘛，对，对不对？你们刚刚那些产品都是淡斑，就是好像把我把它盖住，对对，眼不见为净嘛，对不对？对就是遮住就好。化完妆很对，事实上擦掉以后一样的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根本的这个部分来做美白、除斑，这才对。是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打造这个亮丽的肌肤啊，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外就是外擦的，其实吃的东西内服也很重要，太重要。所以要来看看，先看看维琳平常有做一些什么吃的保养品哦，一定要的啊！现在你会发现年纪，我觉得女人一到了25岁，是不是要开始擦保养品？可是到了30岁，你就会发现擦保养品怎么擦好像也没有用，速度有一点慢，对。
然后再就是，我觉得女人老化，现在的女人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女人压力多大、啊？嗯，对，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，哎，我怎么就是第一个压力大，然后就发现那个保养啊，比如说他就明明说他是可以美白，就那个隔天早上起来，因为也睡不好，因为保养品不代表让你可以睡得好嘛。对。所以你抹完的时候，我还是睡不好，所以早上起来就怎么还这么暗沉？嗯、是。对，然后再就说痘痘，你那明明就是擦一些可以除痘的东西，可是因为睡不好，早上起来长更多，是，就会发现到底是什么问题哦。就发现说哦，原来这么多国内外的大明星都是那种小龙女级的，就是他说小龙女，就是你知道那种明明很老，可是看起来就跟年轻人一样，美魔女啊，都是美魔女的，然后就觉得说他们到底都用了什么，搞了半天他们都在吃。哦，神奇美臀垫让您幸福满满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可以让你呢有完美的臀型。久坐不是屁股都会松哦，会往外扩张。但是如果你用一个这个呢，你就会发现你就算久坐也不会松。会这样子吗？坐下去，你有没有觉得它会帮你往中间夹紧哦？哇，那你一天以后回家，你老公都不认识。